大家好，我是九哥。今天的话也是拿一把 AWM， 平时的话也是懒得玩，看到前面还有一个空投，而且好像是两队人在打架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草多处有一个人是被对方给击倒了，我想去抢这个人头，但是没有抢到，有点可惜。但是他们在去舔包的同时被我给爆头击倒了一个，这边再打中一枪，连续三枪，枪枪命中。然后他们想去扶队友，我们这里等待一下，等他这个扶队友的动作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再去把他给爆头击倒一个。现在是两人被击倒，躲在这个草垛后面。那其实他躲在后面的话，我们是没有任何办法的，只能等待他们把队友扶起来。他们扶起来之后想去往防区，我这里的话想去随便瞄一下，但是这一枪哎呀居然是中了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，里面已经进屋了，但是我又开了一枪又是中了。这个随便打一枪都能中的感觉，自己是吧，手感来了，挡都挡不住，然后就想开车过去啊，感觉自己枪法很不错，就感觉很开心，然后就翻车了。车翻了，我们就可以用一个低炮雷去把它给炸回来，但是我这个低炮雷好像不是低炮，是一个高炮，这个就不叫把车炸回来，这个叫爆车了，那就很尴尬，这个车也没有了。那就来到这边那个废车啊，先不过马路，看一下能不能再打掉一个。他也是在看我们这边方向，一个三级头直接把它给击倒，然后就想去冲过去压到近点。他们也是出来了一个人到阳台，我们就跟他来对一下枪，他并还没有发现我的同时，我就已经爆头把他给击倒了。这个感觉自己手感来了，打人都是头，这边又是一个命中头部。今天我是开了锁头挂吗？然后还有一个人是在外面，三个人被击倒了，听着他的脚步呢，然后判断他是想来进房间，然后我们就跟他来一波亲王绕柱。你上来我下去，来一个欢乐的转圈圈啊，说明白点就是想打他屁股啊，不要打他正面，因为打正面可能会出现钢枪风险。这里跟他对一下枪，他拿的还是一个大菠萝啊，这波是把对方四人满编队给他灭掉了。 OK， 每天更新精彩视频，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，拜拜。